小黄人练习生黄星纯，今年19岁。在成为练习生3个月以前呢，一直都是他陪伴着我，在我设计的路上成长。现在我是一名练习生，在偶像练习生也是一名刚入学的新生，所以希望大家像我的好朋友一样，一直陪伴见证我的成长。请大家多多的支持我，多多的为我投票。往前走，到光里去。你要明白，凡是给予荣耀的地方，也注定是最黑暗的战场。闪着光的尽头，是窗口，也是枪口。赞美和质疑一样，都是怪兽。强站上 C 位，世界越喧哗，内心越平静。一直跑，不要停下来。输是最大的距离，赢是最小的优势。那些冷嘲热讽的人，不是讨厌你，是讨厌你更无力。无视他们，赶赴 C 位，越努力越自信。做自己，粉碎权威。你的音乐，没有人能替你发音。你做音乐，不是为了让更多人喜欢你，不消费自己，不被人消费。C 位，对世界和自我发起挑战。真正的 C 位。不是站在画面的中心，是你永远相信我可以。疼痛就是练习生的盔甲，汗的味道就是练习生的味道。每个练习生背后都有千万个自己，每一天苦练成就你。我们赤脚而来，绝不空手而归。我是偶像练习生，爱奇艺悦享品质。